最好在下午傍晚时，晚上亦可，因为有些众生会在下午傍晚过后出没。三，桑和树两种烟供里面，皆包含了供养上师本尊、护法三根本，可供养佛菩萨、六道众生、一切众生。一，供养上师，可获得上师赐予加持。二，供养本尊，可获得本尊赐予的两种成就。一，不共同成就，亦称圣意成就，指成就佛道上的成就。二，共同成就，指世间的财富、权力，消除病苦，消除障碍。三，供养护法，可完成习、增、怀、诸四种事业，同时也可消灭修持佛法上的障碍。四，修桑或树的烟供，可帮助六道及中阴身等众生远离众苦。一，可帮助地狱道的众生远离热冷诸苦。二，可帮助恶鬼道的众生远离饥饿诸苦。三，可帮助畜生道的众生远离互相残杀、被杀的痛苦，及帮助其消除投身畜生道之根。四，可帮助修罗道的众生远离斗争诸苦。五，可帮助人道的众生远离人道中的痛苦。六，可帮助天道的众生远离堕落的痛苦。七，可帮助中阴身的众生消除恐惧、烧灼等一切痛苦。八，借着烟供的布施，可使众生离开痛苦。九，修烟供法可消业障，还清愿对债主的债。人世间的诸恶因缘，可转清洗灭。十，烟供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布施六道众生，可以增长福禄寿财，生生世世福寿长，善根具足。五，所以烟供是一种快速累积资粮，亲近一切众生之垢秽，消除违缘障碍的殊胜法门，可以免除噩梦、霉运、预兆不佳等不吉利的事情，可以得到身心清净。六，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则能免除妖魔鬼怪、地神精灵之类所造成的障碍。七，烟供法除了可以帮助我们积聚往生净土资粮，成就出世果位之外，也能对我们在此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的成功有所注意。烟供的方法。一，修烟供法要在室外，例如阳台、骑楼、锅门口，以固定角落皆可，让烟所飘到之处皆能闻之得度。最好朝着旷野处，因为荒郊野外旷野处没人的地方，这些鬼神就特别多。二，室外的烟供，尽管只有每天少量，却能利益无数无量众生，行广大供养布施，功德倍增。修法者心量有多大，利益就有多大。三，所以当我们在做烟供时，当下的心态动机是很重要的。我们应该怀着慈悲心、菩提心以及利益众生的心来做，而不是抱着有所求的心，那才是正确的。四，如法应供的对象包括四种宾客：一、三宝；二、护法；三、六道众生；四、冤亲债主。三宝和护法无所不在，所以在屋外应供可以行广大上供下施。烟供随时可做，通常上午点香供佛，傍晚烟供下施众生，但若有时间者，随时皆可上供兼下施。六，也可以每日施供，但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烟供定时定量，不求多，不要断，不执着功德，福报自然具足。弘扬佛陀的大智慧，
发行户籍各项器材，电视网路及卫星无远佛界不间断。各位菩萨阿弥陀佛，生命电视应该叫什么？生命电视地球卫星弘法立身大道场。为了要把这个大道场弘扬到全世界，所以透过卫星电视电脑各种的管道，更重要的，我们不是盖大殿，我们要摄影机很好的软体电脑各种细心先进的人员来完成这个工作。所以要呼吁各位菩萨多护持生命电视台的摄影机器材电脑配备卫星设备，那么用现今的设备来弘扬佛陀慈悲的教法，感恩各位的护持，各位要多关心。阿弥陀佛。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我是卫福部心口司司长盛立宗，今天告诉大家如何以心理急救的安、静、能、细、望来应对疫情的压力。一、安全，请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维护自己的安全。二、平静，每天观看疫情新闻，建议不要超过30分钟，以免增加焦虑感。三、提升能力，多运动，吸收防疫知识，提升对抗疫情的能力。四、联系，多跟亲友联系，互相鼓励。五、抱持希望，只要全民合作，一定能战胜疫情。感到焦虑沮丧时，可拨打1925安心专线，接受专业的协助。切勿用烟、酒或其他药物来纾压，以免留下不良的影响。让我们一起来保持健康的心情，战胜这次的疫情。善用慈悲的能量，以怨报怨，对立与争执将永远无法止息。唯有舍除怨恨，并以慈悲、宽容之心相待，怨恨才能够得到停止。以慈爱才能止息对立，这是永远不变的法则。恨不能解决恨啊，要以爱解决。慈悲不分宗教都可以帮助对方的。那因为你有悲心，你不想再生气了，唯有爱可以消除怨恨啊。你恨我，我恨你，你恨我，我恨你，你纠缠我，我纠缠你，要纠缠到什么时候啊？事情永远没办法化解的一天啊。所以我们要把佛法用在这上面。所以以后各位要跟你的病和平相处啊。啊，他现在痛啊痛啊，一定有一个痛的众生，包括你的业力，你有业力他才会找你。所以这个时候你自己除了忏悔，对这个鬼神要慈悲，哦，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你这么苦，你也苦我也苦，我现在帮你要做功德啦，要去参加放生参加法会，你也跟着来哦，你要跟他说法，大众的加持力哦，我也向你忏悔哦，我也要准备调整我的生活，我把它调整好，我的功德也回向给你，我好你也好，这叫自我疗愈。很多人用这种方法，很多人在医院里面癌症很久了，中医西医搞了老半天好不好？不好，你回去自我疗愈吧，叩波宁，叩观世音菩萨都可以啊。你有一个宗教的信仰方法，你化解看看。